达辛布拉左，丹打富邦塞勒右。记者王毅松社。第四节，布拉双手暴扣，但张国伟马上投进三分球。苏奕杰、岳盈丽连拿四分，加上林冠伦砍进三分球，达兴追平比分。随后布拉完成三分打，加上灌篮，达兴领先三分。比赛剩下三分多钟，林书伟连续砍进两颗三分球，加上蔡文成的中距离，富邦取得四分领先。比赛剩下30秒，蔡文成篮下灌。关键投篮助富邦保有六分领先。暂停过后，苏奕杰投进三分球，可惜最终达兴无法逆转。中场富邦以80-75击败达兴。富邦林书伟右跳投，达兴球员防守不及。记者王毅松社。第三节一开赛，张志峰很快的攻下六分，随后林书伟预赛勒连取七分，加上张宗宪完成三分打，两队还是维持四分差距。黄振篮下放篮助达兴追平，但张国维回敬一颗底线三分球。暂停过后，林书伟上篮加上张国维砍三分，富邦领先八分。罗玉群二罚全中。第三节打完，富邦以59-53领先。富邦张宗宪中带球上篮，达兴球员防守不及。记者王毅松社。达兴黄振左原地跳投。记者王毅松社。第二节塞勒连拿四分，加上张国维的三分球，富邦追到仅剩一分差。暂停过后，塞勒再度在篮下取分，加上完成三分打，富邦领先四分。第二节末段，黄振的中距离加上苏奕杰的三分打，达兴追到一分差，但张宗宪马上砍进三分球，加上林书伟的中距离，达兴落后四分。达兴最后一集失守。半节打完，富邦以41-37领先达兴。达兴布拉右，富邦塞勒左。记者王毅松社。第一节首节，布拉、苏奕杰、张志峰连取六分，但塞勒与洪志善马上回敬五分，双方你来我往。黄振连续砍进两颗三分球，达兴领先两分。暂停过后，苏奕杰与布拉双双得分，加上张家荣的三分球，达兴领先八分。首节结束，达兴26-18领先富邦。达兴苏奕杰中带球上篮。记者王毅松社。